就是夏天，希望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，要你好好保护它。我说你这张假装高兴的嘴脸难看，你现在这样别扭。我错过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管。笑很难，比哭还要难。我那么努力的在笑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我哭？对不起。为什么？你到底要我怎样？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终极 X 怒射，千万别错过。